来拍一下开服15个月，15个月的战力现况，然后还有新的共鸣。来看一下现在的战力。它界面改成这个样子，它一样。那目前开服15个月后，最高是12834。那至于梅花什么时候要出，我估计在6月初会推出台版，会有梅花这个职业可以玩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的战力共鸣，它有一个新的战力共鸣是这个。7000的时候是攻击力加100， 8000的时候是加生命300， 9000的时候是加防御力100，然后10000的时候是攻防再加50，它是这样子设计的。那至于其他的共鸣，这个可能之前都有看过，稍微滑过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些变化可能比较不大。那原则上如果到了7200多战力之后，你要再赌那个真突破，真的是上上下下的，很恐怖。所以这种事情就看你敢不敢赌，你赌了你有可能会倾家荡产还掉战力。那我目前就先维持这样子的装备结构，主要的资源再拿一些给小号这边冲，到时候荣耀之路可以再爬后面一点。那这个梅花职业真的蛮不错，玩得很开心哦，可以跟大家来持续的分享，然后也推荐大家到时候可以在台版出来的时候可以去玩这个梅花。它这衣服是我染白色的，我觉得白色还蛮好看的。好，那以上呢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